用咩講嘢啦？小妾既然把阿忠抓回来，莫怪一定爱我把小东抓走。哇，真正是哦。我也是替阿忠捞一条面子好啊！我回来了哦，才甲小倩讲要约会会用哩，啊，不过吼，莫甲查甫人带回来啦。一定是我听唔对，啊！小倩是坤慧的表小妹，因两个哪有可能伫遐学袂来？哦，我听着，哦，那我就上大位去。你两个哪会当做这种代志啊？无啦，小茹，你听我讲啦，可能是我饮醉啊。好啊，你趁我无伫咧，穿我的衫，要诱拐坤慧。我是看坤慧的可怜，才会替你家服务，你应该甲我说多声，唔才对。无啦，小倩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敢是真正伊的表小妹？表嫂，你真正是吼，你唔那身材变啊，连你的头壳嘛变戆啊！你无感觉真奇怪？是安怎小东看到坤慧啊，会叫伊爸爸？你甲伊有关？小茹啊，咱来外口讲，我好好甲你解释，好不好？无需要啦，要讲就讲就好。我来替伊解释。我就是坤慧外口的查某，小东就是阮的查囝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小倩呐，莫阁讲这啊啦，小茹，代志唔是你想安尼。你创啥？你创啥？无啦。你干你不是？李逵，你叫哪李逵？啊，阁有坤慧的钱，一生五年你都摕袂到啦。你若不走，我就要随报警，讲你破坏家庭。走就走啊，你得继续替坤慧啊洗衫煮饭，非得伊遐尔烂烂，你得继续替伊做牛做马啊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替伊做牛做马，我有家己的厝，我会过我家己的生活。难道是你啦？你著一世人拢安尼袂见袂笑，嗯嗯哎呀过生活。你我安怎？我警告你啦，你想要走到哼哼哼，还有不准大家来阮市场一卡步，而且我会甲全市场的人讲，你就是一个狐狸精，爱去说你的，无爱来互你受气啦，爱互家庭互你破坏啦，滚回来！小倩啊，你老公，你先走啦，你先走啦。啊！打你啦！小茹，放手啦！你跟我走！你骂你好不好？我今日让你留下来，我有对不起我自己，我对不起我后头厝的妈妈，我有啥物要跟我人生活到这了悲哀啊！我跟你保证啦，我以后绝对袂阁跟小倩联络的啦。等，坤慧，你讲啥？为什么袂阁跟小倩联络啊？阿忠，歹势啦，其实。小倩不是伊的表小妹，是伫外口的小三。阿哥，小东嘛是伊跟小倩生的囡仔。啥？我嘛是头拄仔才知影，我要当个给家别人时阵，难怪有伊两个在做袂开小的代志啊。坤慧啊，你真正有够超过的呢！你竟然把外口的小三介绍给我，你即马是安怎？你叫我替你饲查囝哦？你不是嫌我肥，嫌我胖，嫌我无体型，啊！即摆你自圆欢喜啊，你也快乐就对啊。我袂快乐，我一点仔拢袂快乐。我你会记的，咱即摆还阁是翁仔某呢。
你便宜把我放的都不会管，你若真正把我带在外口，我真的死在外口啦。我就想要看你死在外口。袂用袂用，那我死在外口，我死都无爸爸呢。你这爸爸有哪无嘞啦？袂定你紧走，我会找你去户政事务所办离婚。我死都袂跟你离婚啦。妈，那我就跟你拍官司。拍官司，律师费足贵的嘞。我叫我甘愿要死，我要找一个律师，让我会当跟你离婚。